今天是什么啊？这些啊，都是故宫的国宝啊。因为公共电视即将在这个暑假播出《故宫奇航》节目，只要锁定公视13台，就可以一次拥有最美的国宝哦。哇！陆军哥哥，我们《故宫奇航号》今天要去哪里寻宝啊？哦，是海龙王在钓鱼耶！哇，我想像龙一样飞起来。Really？ 那我们现在就去故宫寻找龙的宝物，出发喽！好。哇，是龙舟哎！如果大家还想看看我这几千年来身材形状的演变，故宫博物院里所收藏的许多文物都有我的踪迹，你们先欣赏啊。饕餮呢，非常爱吃，就专门在古代时期顶上面做图案装饰。这是我在顶上的造型，酷呗。哇，因为公共电视与台积电文教基金会将携手推出故宫奇航节目，带您一起寻找故宫国宝的神奇故事哦。哇，怎么样，心动了吗？故宫奇航出发喽！到。